如何定义冒险者？如果可以选择，你会选择成为一个冒险者吗？在利益驱动下，冒险者的天平的两端往往意味着不平衡。如果成功，你将获得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回报；如果失败，你也会面临现实层面的残酷而严厉的考验。你的选择决定着一切。那么，驱使你做出这样的选择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？勇敢。 坚定、自信还是实力，也许都需要，但有一样是最重要的，那就是实力。舞台二零二三第二期，相比起第一期节目而言，赛制已经不能用新潮、好文、酷炫来形容，在激情四射下，它也更加考验人心。舞台二零二三的五大生存模式：增孤勇者、亮平凡者。大家只是满怀着兴奋与躁动不安，唯一的一位。 胆小鬼蔡维泽却在现实与静里用自我强大的内心与忠于自我的举措，向舞台推荐人、同台竞技的朋友和屏幕前的大众宣告自己并非一个胆小鬼。在确信第二次演唱同一首歌更加成功的时候，他依然选择第一次演唱的舞台推荐人的打分，这使他更为自洽，也更符合舞台二零二三的风格。在舞台上生存下来，不能仅仅依靠一时的灵光乍现。 没有人能够永远处于高光时刻，只有忠于自我，把真实的自己献给舞台，才能走得更远。所以，挑战者耿星瑞失败了。在舞台二零二三的舞台上，他并没有做好自己。之后，更大的挑战其实留给了人数众多的冒险者。的确，他们青春洋溢，乐于挥洒汗水，有的人还有时目空一切。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与场域里独树一帜。 舍我其谁？他们勇敢、坚定而自信。他们还希望表现不一样的自己，所以他们选择了冒险者。但在舞台二零二三的生存游戏里，选择冒险者的模式，就意味着你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巨大的回报。成功者将获得门子金牌，前提是实力值打进前五名。失败，IN, 冒险者，则是一记重创，实力值。 扣除一百分，所以对于冒险者而言，要想获得舞台推荐人打出的高的实力值，除了要勇敢、坚定和自信外，实力值最重要。至于想要表现不一样的自己，坦白讲，在还没有真正做好自己的时候，可以学学蔡维泽，先做好自己，最后冒险。成功的只有安琪，他声色俱佳，唱跳皆宜，在写这首歌的整个表达上。 自然而然，流畅到位，水到渠成，完成度与细节的把控堪称完美。他当然勇敢、坚定而自信，但最终成就他的，则是实力。